我们得要对那个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林黛玉，她的前身的那个另外一支神话系统，我们也要做另外一个解答哈。那在解答之前，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林黛玉的神话呢。事实上，它有两个好。那么一个呢是所谓娥皇女英的神话，这个你们在讲义上都有。那你们忘了带的同学呢，就可以配合我们荧幕，要注意哦，要能够跟得上哈。那尽量都要能够把握得住哦。将来才不会混淆。总而言之，林黛玉的神话其实有两支，这两支呢合而为一。那合而为一的方式非常独特，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哦。首先就娥皇女英的这个部分，那各位同学应该都知道，娥皇女英呢，她原来是附属于政治神话中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派生品啦哦。那娥皇女英本来是谁的女儿？哪一个中国最伟大的圣王之一啊？是不是尧的女儿？然后呢，尧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第二伟大，不是一样伟大的圣王。这已经在儒家的那个，这个对于过去黄金岁月的那个造神运动底下，那么尧舜禹汤是已经变成的是圣王的典范，对不对？好，是完美政治的体现，好的代表人物啊。那么尧的两个女儿就嫁给了舜做妻子。那于是呢，那么像他们真正的故事是在于舜，那么面临死亡之后的那个关键时刻，然后你会发现呢，他们用殉情的一个行为，然后来表达呢一种忠贞不移的一种坚持哦。那当然啦，如果你们允许我插播三分钟的话，我们的神话又会延误哦哈。可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耶，因为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啊，我们往往就是要在每一句停下来去思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然后它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啊？怎么说？我们先把这一段文本看一下，就在这个当然已经是比较后期了啦，哈，这个已经是后期，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叙事情节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如果要解答的话，还是以这段为主啊。就是《述异记》里面提到，其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那么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痛哭，泪下沾竹，竹纹上为之斑斑然。那这个竹子染上了香妃，要注意，因为娥皇女英殉情之后，那么投湘江自尽，就成为湘水女神。好，那这个在山海经里面就有。那只是说呢，附会上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哈，很浪漫的精神哦。那么他们的爱呢，简直是忠骨不移啦，与天地相始终哦。因为呢，染上的竹子的泪痕，是不是就是随着这个竹子世世代代永存天地之间，见证他们不死的爱情？了解意思哦。除了这种，除非这种竹子绝种啦，好，否则呢，娥皇女英的眼泪代见证了他们的爱。而这个坚持呢，这简直就是天长地久哦。那这样的竹子叫什么竹？啊，就叫香妃竹，了解哈？好，然后呢，就此而言，我们当然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我们的有一段补充，我们等一下再说。先从这段话，我们插播三分钟的话，好不好哈？其实呢，在尧舜禅让的政治美谈当中，其实呢，真的是魅影幢幢，充满了很多。恐怕呢是不堪细究的若干阴暗面。怎么说啊？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哦。当我像你们这样的学生时代的时候，都不疑有他。好，反正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然后这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我们就跟着呢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去接受它。但是呢，等到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些思考能力跟甚至是批判能力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哦。首先，各位想一想。这一对这么恩爱的夫妻，娥皇女英两位姐妹共侍一夫啦，在古代不成问题啦，还是可以有很坚贞的爱情啦，哈。那么既然能够愿意为丈夫而死，他们的感情很深厚，这是毋庸置疑，合理的推测，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个前提底下呢，这就非常奇怪喽。这么恩爱的夫妻，为什么舜去南巡，他们一副好像都不知道的样子，所以还要在后面追，又追不到。结果才形成一种天人永隔的憾恨，然后才要用这样的一个悲剧的方式去收尾。你们不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怪异之处吗？
想想看，南巡，尤其是一个帝王的南巡，那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对不对？哎，帝王亲征，你们读过过去的历史都知道，帝王亲征那是不是倾朝廷之力去做各式各样的准备？因为帝王的安危，那么攸关国家的治乱，那他万一出了什么差错，那怎么得了？那全国会大乱的。所以他们的亲征一定要做尽各种准备，对吧？好，而且会，各种防卫措施，那都是非常严密。那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人仰马翻，为什么他对亲爱的妻子的啊，就是说两位皇后，竟然不知道？所以才要在后面追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非常的奇怪？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再往前推，好奇怪哦。舜的南巡啊，是发生在他的晚年。好，那这就奇怪了。一个人年老之后，是不是就年老体衰？哈，一般来讲，不大会在这个人生的黄昏时候去挑战自己的体力，因为那些呢都会直接跟死亡相关，所以会去亲征的帝王，除非不得已，他不会这样去冒险。那么即便会去亲征的帝王，大概也不会在年老的时刻去做这样的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对不对？那为什么舜会在晚年的时候去冒这样的危险到去南巡？这个南巡就是亲征那个南方的那个蛮族哦。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各位都回想一下，廉颇还记得吗？廉颇这个了不起的将军，当他年老的时候，那个国王想要启用他，是不是还是担心说他力不能够胜任，还要派人去考核他？他还故意吃很多饭，对不对？廉颇尚能饭否，对不对？这构成一个你堪不堪用的一个指标，那就奇怪了。所以年老这真的是一个要长途远征一定要考虑到的问题。可是为什么舜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存在？好，那我们从合理的角度来推测，这里面恐怕又有一些症结。第二个，一个人御驾亲征已经是一个体力的重大挑战，而且是生命的风险所在，而他亲征的地方又是哪里？南巡哪边？哈，你看哦，南巡哦，而又最后就果然死在苍梧哦。苍梧在哪里知道吗？在湖南。湖南靠南边，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江南地区？湖南嘛，湖南的北界不就是长江，然后有洞庭湖，对不对？然后下面就是有湘水啊什么。那苍梧就是比较偏南。好，那各位都知道，江南地区，它的开发是比较晚的，一直到唐宋，江南其实都还是一个蛮偏远的地方，不止偏远，它有一个地理风土上面的特性，对北方人来讲呢，那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它不但热，而且什么潮湿，所以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气候对北方人不习惯的时候，会容易造成健康的威胁。他把那个地方是不是叫瘴疠之气？还记不记得？他们觉得这里根本就是毒气。好，所以我们北方人一来就是生病，要不然就死掉。所以他们其实很排斥这样的地方。若非不得已，大概不会涉足到江南哈。所以你们都记得中唐的白居易，他被贬到哪里，就已经在那边黄芦苦竹绕宅身，什么岂无山歌与春笛，欧雅曹泽难为听。然后我谪居卧病浔阳城，果然就生病了。他被贬到哪里？是不是就是九江？九江就是在那个跟那个湖南是平行的省份，那也都是在，对不起，我图画得很难看哈。我每次画图，同学都会笑哈，要注意哦。好学生守则第一条，不可以嘲笑老师哈。好，那这个就是长江从这边流过，那这里大概就这里就是湖南，这边有洞庭湖，这边有鄱阳湖，这样知道了吧？好，那苍梧大概在这里，好，潇湘所在。那九江呢？注意一下哦，九江在江西的靠哪边？也就是白居易被贬官的官署所在，就在这里，比较偏北。所以你可想而知，一直到唐代，这样的地方只要是过江的南方，对他们而言就是表示人生的挫败，有没有？然后呢，直接甚至感受到那个健康生命的威胁。他们要不是被贬官，谁愿意到这里来？所以白居易念念不忘，是不是就京都生嘛？好，所以琵琶女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他的注意？是因为他弹的琵琶固然好听，可是那个音乐本身具有高度的京都的那个 style， 知道吗？所以你要不是有什么那纽约爱乐、柏林爱乐的那种气度，我才懒得理你，对不对？他不是觉得这个山歌与春笛是欧雅曹泽难为听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心心念念、向往的就是
那个权力核心的那个长安。好，所以呢，到这里古玩他说我就卧病啦，然后呢，你看黄炉苦竹绕宅生啊，我的居住环境这么的差，你看连我的这个身体都受不了。所以各位就知道，那更奇怪的是，舜的年代比他们更早，对不对？江南事实上更是一个对他们而言的蛮荒地方。那有什么帝王会不惜他的千金之躯，然后涉险到南方，只不过去争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有苗，好，就是苗族南方，好，这都非常的奇怪，因为完全看不到一种什么必然性哦。所以我的意思只是在说，这个故事后面我们岔开《红楼梦》了哦，是要提醒你们，恐怕这里面呢，它保留了一个被儒家美化过、修饰过之后呢，那么可是却是真实的密码的一个这个线索被它保留下来。那个真实的一个政治密码就是呢，事实上尧舜禹并不是我们所艳羡的那一种传贤不传子的无私的禅让政治，它实际上呢在改朝换代依然都还是血淋淋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好，想想看，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舜的南巡是不是就非常合理？因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好，所以一旦权力斗争失败，你是不是立刻被流放？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好假借的啦，没有什么好给你余地的，所以立刻流放，所以变声不测。于是他的妻子是不是才会，很晚才得到消息？而且很晚得到消息，你会发现他是不是非常惶恐，对吧？为什么你的如果这是一般的亲征，为什么要惶恐到这种程度？所以如果是因为权力斗争，那么失败的一个下场，你会发现这一段里面所描写的所有的行动以及他们心理的反应，就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所以呢，各位你们看一下，所以你看啊，果然啊，舜就死在苍梧，你们知道吗？他事实上是找不到尸首的，真的是尸骨无存。因为呢，苍梧有一座山叫做九嶷山，他因为有九座山峰连绵不断，所以远远的行人望过去，根本就会迷失道路。换句话说，这个舜死在九嶷山中，也就等于呢尸骨无存呐、啊。那所以你看嘛，娥皇女英才会这么的难过，连最后帮他安葬，然后呢归返故乡的这个希望都达不成。所以你看他们最后就连自我都用殉情的方式来这个陪葬哦。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这个故事里面呢固然有很坚贞浪漫的爱情，可是里面恐怕呢也有非常丑陋阴暗的政治现实。那么我们这样的解读到底是不是很奇怪呢？不，我后来发现李白的说法跟我一样，不应该说我的说法跟李白一样。好，就是呢，后来读到李白的诗，那就是非常有名的《远别离》这首诗。哈，《远别离》就是在讲那个娥皇女英跟舜，他们坚贞不移，但是呢，却是这样永恒的悬隔哦。那这首诗呢，它的结构以及它的那个内容的安排，非常之精妙哦，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够说李白是一个非常任性、非常挥洒成性的一个浪漫诗人，不是。他事实上在很多的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布局是非常惊艳的。那由于我们现在不是上诗选课哈，所以这首诗不能多说。我们中间三节号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呢跟政治丑陋的现实有关的部分，我们把它删掉，因为我们毕竟要回来讲《红楼梦》的爱情哈。那被删掉那个部分呢，李白就说，他说我根本就怀疑尧舜禹不是禅让而成，他发现有几部书已经佚失掉的书，李白读到，因为呢他被其他的史书偶然引用，那他看到这种很偏僻的经过不断的转引的资料呢，他相信那些呢被湮灭的，然后呢消失不见的那些材料记载的才可能是当时的政治真相。他说呢，或云，好，或云就是有人说，好，尧事实上是忧囚，尧的晚年事实上是被幽禁，好，绝对不是禅让，因为会被幽禁就表示说权力斗争失败，你败者就为寇，我就把你当做一个囚犯关起来。然后呢，那舜的下场是什么呢？也绝对不是那一种，揖让而生，然后我就把这样一个天下大位就让给了禹，不是，他根本就是被斗争失败，所以呢，舜也死。就死无葬身之地哦，所以呢，他才就借由这个故事重新诠释之后，他呢真的是殷殷劝告唐玄宗，告诉玄宗说你要小心，如果你在这样这样子的单立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大
帝王的大权旁落，下场呢就阴见不远，尧舜就已经在眼前要提醒你。所以他说权归臣兮属变虎。好，如果你的大权旁落，那么臣子拥有了帝王的大权，那么本来是一只老鼠，有没有畏首畏尾的，要听命于主人的，结果呢就会变成大老虎，会反过来咬你一口，把你吞掉。好，所以他就是说权力这种东西是非常微妙，表面上帝王好像是掌握一切，但是就因为如此，所以你一旦旁落的话，你一不小心你可能会反遭其害。那尧舜就是阴卷不远的一个负面的典范哦。那这个中间的部分呢，我们李白事实上他是苦口婆心，他非常忧心玄宗在天宝时期的那个处理政事的状况。你们知道玄宗到天宝年间不就是跟他的爱妻杨玉环就夫唱妇随，好，就我谱曲你就配唱，对不对？然后呢配唱之后呢就可以再加上霓裳羽衣舞啊，就去享受他暮年的那一种爱情。可是一个帝王不应该有假期，好，一个帝王他必须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所以李白非常的忧心。所以他是用这个故事，老实说，透过爱情的浪漫跟美丽来包装政治的那一种非常丑陋跟黑暗的那一面，好。可是呢，我们回到爱情的部分，它是第一段，好，我称它为 A B A 三段体啊、哦。那么第一段的 A 跟第三段的 A， 好，中间夹的是那个 A B A 中间的 B 段，好，是政治范畴。那么我们先不管政治范畴了，我们来看前面跟后面它所包夹的，就是由娥皇女英的那个至死不移的爱呢。来装点他对君王的一片钟爱之心哦，所以你看他就说：“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有没有？潇湘又出来了哈。那这个跟那个娥皇女英，那是完全整个是一个，彼此共构一体的一个神话体系内涵哦。然后下面说：“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这种离别当然是亘古最心酸、好最苦痛、最不能承受的。我又插播一分钟好不好？来，你们发现海水真的有万里深吗？海水真的有万里深吗？你们要不要算算看，海水怎么可能万里深呢？那地球就穿破了嘛。所以这标准的李白的夸大式的写法，李白不是白发多长？三千丈，怎么可能哈？但是这是李白他认为，我不管现实可不可能，我要表达就是这么强的情感，这么强的情感只有这样子的度量衡才能够呈现，这样懂吗？好，所以下面第二个，谁人不言此离苦，谁人请用闽南语念念看。答对了，河洛话。好，总而言之，那当然中间政治范畴我们就跳过去，最后还是回到娥皇女英的悲剧。他说弟子气息绿云间，来我们解释一下哈，弟子就是帝女，帝女就是尧这位帝的女儿，也就是指娥皇女英。娥皇女英追顺不及，然后呢相与痛哭，旁边很当然是有竹林围绕，否则怎么可能泪下沾竹，竹纹上为之斑斑然。所以李白想象，那么帝女们这两位帝女就在绿云间哭泣。注意一下哦，绿云就是竹林，为什么呢？竹林因为它的姿态非常的纤细优美，远远望过去是不是如烟似雾？你们如果到那个溪头去看梦中竹林，就可以想象那是最适合仙女好翩跹而飞的那个背景哦。好，那么所以他们的眼泪要随风泼兮去无还，然后痛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我为什么要引用李白的这个远别离呢？我要告诉各位，《红楼梦》里面所运用的娥皇女英的这个神话内涵，不是来自于原始的那个故事的本身，而是经过了李白远别离的加工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好，所以必须把李白这首诗考虑进来，你才能够对《红楼梦》中所运用的娥皇女英的神话呢，得到更精确的把握。怎么说呢？好，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层次要谈。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事实上是李白呢，他非常巧妙结合了娥皇女英的原始神话，又再加上汉乐府诗的那个非常优美的想象打造而成，所以更精致、更感人。
哪一首汉乐府诗知道吗？上野诗，有没有？那是非常美、非常动人的、很质朴的一个一首情歌哈。这个野，这个念野哈，是一个语助词，千万不要翻译成上天的邪恶哈。我就看过同学这样翻译，未知啼笑皆非，这个叫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哈。就看到肖像馆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临表涕泣哈，真的。所以不要写错字哈。那就是上天啊，一个呼格，对上天的呼唤，表示他诚心诚意、最虔诚的祝祷，都会背那首诗吧？好，那我们就节省时间不抄了。你们有兴趣就 Google 一下，因为 Google 大神会告诉我们一切哦。那背一下吧。上爷，我欲与君相知。注意，他非常含蓄，他其实不只是要相知，他还要相爱相守，了解吗？好，而怎么样的相爱相守的幅度才是他的期待呢？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那我要一辈子来爱哈。但是后来发现一辈子还不够，对不对？对恋人来讲都是很贪心的，一辈子太短了。所以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以要爱到天长地久，有没有？好，这表达恋人的那个痴心跟贪心，那是最感人的哦。那么请各位注意，上爷诗里面的哪一段描写被李白吸收到了娥皇女英的故事里面，然后把它强化，而且把它美化，是不是就是那个山无陵，江水为竭，这不就是苍梧山风湘水绝吗？好，然后呢，竹上之泪乃可灭，不就是上爷诗的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有没有？好，所以呢，被李白这样一吸收之后，娥皇女英的故事真的更被强化，也更美化。但还有一点更重要，比强化跟美化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娥皇女英的眼泪跟死亡结合在一起。哦，那这个娥皇女英的眼泪跟死亡的结合呢？那么透过他们形体的一个这个消亡而集体共构，怎么说呢？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哦。那么这个苍梧山崩湘水绝的这个部分，我就节省时间，我就不多写了啦哈。就这个苍梧山崩湘水绝而言，请你们注意，它其实呢传达一个道理，就是说，只有等到形体，这个形体包括个人，也包括天地一切的具体的存在物，只有当形体的消亡，那么它所赋予的那个泪水，好，那么代表情、代表灵魂、代表执着的那个泪水，好，那么竹上之泪乃可灭，这个呢就代表了一种所谓的那个泪水的这个情的这个终结，哈，那么情与泪的一个终结，所以情跟泪就变成跟他的生命完全共构为一体，那么眼泪变成他的生命线，这样懂意思吗？那本来娥皇女英的故事哦。那么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只有说啊，他哭一哭然后就投水自尽嘛，对不对？他只有这样说而已。可是被李白这样一改造，就增加了一个意思，变成说那个眼泪跟他的生命是合而为一，然后呢不但是同时结束，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是同时并行的，彼此结合的一体。好，这么一来，这才是真正被用来全是林黛玉的形象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林黛玉的所谓的泪尽而亡，事实上是必须呢透过李白的这个改造之后，才得到更精确的一个内涵哦。那么当然啦，李商隐的这个无题诗呢，他的悲剧性格也同样表达出类似的一个感慨。那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春蚕到死，以及蜡炬成灰，是不是也呼应了形体的消亡？那么只有在形体消亡的时候，他们的思，好，这个思是谐音为思念的思，以及呢泪，好，这个泪来自于友情，友情呢才会盼望，才会失望，也才会痛苦，所以呢这个泪在形体消亡的同时呢也才会干涸哦。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在李商隐那边呢当然就得到其实是更鲜明的体现哦。那这中间恐怕还是有它一脉相承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哦，林黛玉她泪尽而亡，这基本上呢是在他们的神话
阶段的前身，就透过呢甘露灌溉环类的宿命而设定好的。那么林黛玉的死，老实说在《红楼梦》中呢也有一些迹象哦。那么就是在那个在后面有一段，在49回的时候有提到。那么你们如果我等一下会把10分钟还你们哦，真不好意思，我赶快把这个告一个段落。在49回的时候呢，林黛玉有提到嘛，因为呢大家不是看到了各家的亲戚都投奔到贾府来，那大观园空前热闹，有没有？那个李文、李绮还有邢岫烟是不是都来了？那大家团聚很欢喜，林黛玉也帮他们高兴，可是呢同时又感伤自己的那个孤弱哦，那么无依，然后所以又哭了。那宝玉就安慰他啦，就说你看好好的你又哭了。那林黛玉说呢，近来我只觉宝玉就先安慰他，可是也有一点在微微的责备他，说你看你哦，就是总是喜欢自寻烦恼，每天必哭一回子，那天的事才叫做完了。好，然后呢就所以你就自寻烦恼嘛。那林黛玉说，我最近哦这个心里呢只管酸痛，但是眼泪却不多。好，那宝玉就说，那是你哭惯了，心里移的，岂有眼泪会少的？当然会少啊，我们的神话就这样子的暗示了嘛。好，那么表示说到49回，林黛玉的眼泪已经逐渐走到干涸的地步了，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事实上林黛玉的生命也已经是在风雨飘摇的局面。所以林黛玉到底什么时候死，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等一下来补充一个跟潇湘有关的林黛玉的外号，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补充哈。那刚刚因为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我急着上课，急着把这些文献交代完哦，所以呢，我想那个逻辑哦就没有讲得那么的明确，所以我们现在再简洁扼要的交代一下，就是说呢，基本上我们这个贾宝玉的这个前世啊，是所谓的有病的玉哦，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有瑕疵的玉，他呢，是所谓的非大官，那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关联？就是说玉有病者也的情况底下，因为他找不到他的身份认同，那么于是呢，基本上这样子的人格特质呢，往往就会比较容易聚焦在个人，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我变成唯一的价值。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就变得呢很容易流于这个个人主义哦。所以我刚刚才会提醒你们，《红楼梦》中的名字有痊愈的人，是不是基本上自我都比较鲜明？好，都比较某个意义来讲，负面一点就是说他比较任性，比较率性。那比较正面的意思呢，会说他们比较有所谓的真我哈，那么比较忠实于那么个人。那总而言之，我们简单说，他们比较偏向于个人主义者。可是呢，个人主义者当然是非大观，因为这个世界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任何一个个人，他再怎么样的完满，他都不可能等于大观。你们现在就知道我刚刚讲那段话的意思了吧？好，所以呢，蛮有趣的哦。我有一篇论文，因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花了很多的篇幅。那这里当然没有办法把那个细致的理论跟论证来跟大家说明哦。但是结论就是说，他玉之所以会有病，就是因为呢，他们往往落入到个人主义，是的，自我圆满的追求。但是自我的圆满，在如何的一个极端的程度，他都不可能呢，涵盖整个大观。好，所以普安迪先生才会说，如果宝黛他们以自我的完满，那么就可以等于大观的话，他们就会落入以管窥天，以离侧海。而这个成语正是在《红楼梦》中出现的哦，也是宝玉一开始被用这个成语来指责，然而他事后经过种种遭遇，他认同老爷对他的这个批评。我说的老爷就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嘛，是谁批评他？你这个人就是这以管窥天，以离侧海，有没有？就是贾政在什么背景底下讲的，你们可能没有发现哦，是在那个第17回，他们在贾政的领着一批人游赏大观园的时候，有没有？然后随口呢就要宝玉做了一些提联哈，然后呢也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就叫以管窥天，以离侧海，有没有？好，那时候他可能不见得服气，可是他不敢表达。可是后来呢，他发现他果然误认自我可以拥有全部。那一段情节是在发现那个灵官有除他之外的喜欢的人，
然后呢，所以他回来对那个袭人感慨说：“我前两天对你所说的话，果然是错的哈，我真的就是错了，我的认识是不对的。”他说对袭人说什么话呢？他表达他的愿望，他的愿望是说：“我只希望你们呢，单拿你们的眼泪来葬我，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你们都只爱我一个人，全世界都爱我，这不是个人主义是什么呢？地球中心说啊，有没有？金星太阳都环绕着我，只能为我悲伤，为我的失落而变成你们生命的缺憾，这不是地球中心说是什么呢？所以他经过灵官的直接的点示，好，告诉他不，人各有所爱，你再怎么样是个香饽饽，香饽饽也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抢手货的意思啦。你再怎么美，再怎么优秀，再怎么样子的众人追捧，人中龙凤，好，掌上明珠，可是别人就是有别人的那个的所好，那没有那些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会多看你一眼。所以宝玉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后面第三个单元，这件事情对宝玉来讲呢，他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启发，让他从个人主义幼儿式的自我中心当中脱离出来，认识到自我的有限。好，那这个呢是灵官带给他的一个思想启蒙，我们等到这个专题的时候再详细说。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启蒙底下，他认识到我误以为全世界都是为我而存在的这一个很幼稚的那么婴儿式的心态，那真的是以管窥天，以离侧海，了解吗？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老爷这样批评他，那真的是一针见血，点出他的个人主义。这样你们就知道我刚刚讲的那段话的意思了哈。那这样，所以假设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红楼梦》非但不是以所谓的真人作为他最高的人格价值，可能刚好相反，他是在暗示你，当你以一个自我为最高追求的时候，你其实会丧失掉其他，那么更认识到大观的那种丰富性的可能。这样你们听懂我意思吗？人真的，我十几年前看到一个谚语，我非常喜欢哈，然后也一直在做自己的一个座右铭来跟你们分享。那个谚语应该说是箴言吧。他就说呢，一个人啊，越是勇于缩小自己，就越是伟大。这不是很有趣吗？越是勇于缩小自己，他才会伟大的。如果一个人老是很自恋的，那么眼中就只看到我。那事实上他这个人呢，某个意义来讲，水仙花是永远只看到自己，那他就看不到别的世界了，那这样人是绝对不可能伟大的了哈。那这当然是插播的闲话来跟各位分享。那我刚刚的整个的那个推论的那个基本逻辑是这样子的哦。那当然中间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在此没有办法口头言说，这也偏离了我们神话的内涵哦。所以总之我们补充这样子就好了。好，那等一下你们有兴趣我们在下课再来做一个讨论。那回到这个绛珠仙子的这个故事呢，来请各位看一下荧幕哦，它为什么叫绛珠？好，这个当然就跟那个娥皇女英其实会有一些元素上面的重叠。那到底哪里重叠，这个重叠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呢等一下再说。我先提醒你们哦，这边就有提到所谓的绛珠在脂砚斋的诠释里面，他说绛珠就是血泪，好，其实就是血珠啦。绛珠其实就是流泪成血，然后呢化而为珠，好，它基本上是在投射这样的一个意象。好，那所以绛珠这个名号，我觉得要怎么样来追踪它的来历，这说实在也是学术界很热衷的一个课题哦。但是呢，这个追踪的结果是不是都是合理，这当然我们可以再重新思考。总之如果绛珠跟眼泪又连上关系，我们请各位来看一下哦，呼应刚刚娥皇女英经过李白的改造，那么赋予它更契合于林黛玉的整个生命的那个进程哦，跟她的一个整体形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哈，评点家也注意到了，只要泪一日不还，好，他还流着眼泪还没有还完，那么黛玉就会还活着。那么泪都已经枯干了之后呢，那黛玉也就物化了，好，物化就是死亡。所以你们都可以看到，好明显，在林黛玉身上所体现的就是眼泪就是她的生命线，那么泪水滴到最后
一个水分子，那么林黛玉的生命气息也才会完全抽离哦。所以呢，刚刚说第49回的这段话，那你们回去再去复案好了。总而言之，《红楼梦》是一个结构跟它的寓意象征，那么始终都非常紧密呼应的一个伟大著作。所以你会发现49回，不要忘记哦，49是林故事走到一半了嘛。好，所以林黛玉说，我近来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有没有？这个就表示说她的泪水已经呢，真的逐渐枯竭到一个蛮明显的阶段，再下去泪就干了，林黛玉就死亡了，这样了解吗？那么刚刚跟各位提醒到说，那到底她该大概应该是什么时候死亡哦？恐怕不是后40回高鹗叙书所安排的那样。那么《红楼梦》里面的文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哦，而学者根据他的推论，我觉得非常的合理。那请各位呢翻到37回，好，37回，那是大观园里面呢第一个诗社的成立跟运作的开端，叫做海棠诗社。好，那由于呢结了诗社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所以呢，那么林黛玉就主张说，我们也要取个什么别号，好，我们不要念姑啊、嫂啊，这些都是非常世俗的名称哦，这样我们也都俗了，不配那么诗这样一个清雅的行为哦，所以呢，就主张说，我们大家来取个别号，这个在559页，好，在559页。那所以第二段呢、啊，你看黛玉就提议啊，我们都是诗翁啊，那我们就要改了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哦。那么大家就开始起了各种别号，有没有发现林黛玉一有机会就要嘲讽别人？所以探春就先被他嘲讽教下课嘛，对吧？其实教下课是很文雅，但是林黛玉这个人学问又很好，那么头脑又非常的灵敏，非常 smart 的一个人。但是问题他的 smart 通常又会流入一种冷嘲热讽，所以就把探春呢给调侃了一番。好，那探春并没有生气，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倒数第五行，他说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呢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那么就像众人说，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这个泪哈，三点水在一个眼睛的这个目哈，就等于眼泪的泪啦，这是一个比较是古字哦。好，那么在竹上洒泪成斑，如今呢斑竹又名香妃竹，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她又爱哭，将来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呢都叫她做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请注意林黛玉的反应。哎，先不要往下看哦，请你们就对林黛玉的性格的了解来推测，如果她不喜欢这个外号的话，她应该会怎么反应？她又要哭了，对不对？然后就觉得你们都欺负我，我是个孤女，所以只好，有没有？她的逻辑不常常都是这样吗？好，在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可是你看这个，这件探春为他取雅号的这件事情呢，他的反应很特别。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我提醒你们哦，《红楼梦》中凡是有这样的场合，林黛玉只要是低了头或不讲话，通常都是表示她喜欢，她高兴。好，对啊，就表示还可以啦，我默认啦，哈，就是这样的意思，知道吗？所以他喜欢，为什么呢？潇湘妃子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浪漫的故事，对不对？其中是女神的造型哦，所以林黛玉没有理由不喜欢她，而且她那个悲剧的美感确实也非常的动人哦，所以我想她会喜欢是合理的。然而，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插播的哦，跟神话无关，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探春在用第三人称来称呼探春，称呼林黛玉的时候，都用哪一个他字？注意哦，这个要注意，这是我们古典文献里面你们一定要知道的常识，都是用人部的他，对不对？为什么要注意？因为古代第三人称并没有性别之分，在中文里面没有性别之分。我们现在用来称呼女性的她是女部的她，那是在西方，尤其是英文进来之后，他们有了那个性别的差异，好，才产生的一个形象上面的区隔。在这之前，不分男女，只要讲到她一定是人部，只要你不管是男女也一样是人部，知道吗？这是古代的用法，都是这样。所以这里的她，请不要以为她写错字，没有，古人根本没有这样的区分。那么根据大陆学者这两年来的考证哦，非常有趣，
这个他字，它其实是有一个现代化的历程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历史现象哦。这个他字的第一次出现呢，学者考证出来是民国初年的一个应该算文学家吧，叫刘半农，好、哦，是他首先用的。但是呢，把它推广成为大家普遍使用，那么共同接受的一个符号，那好像是在什么新月诗派还是什么，好、哦、一群人的一个共同的推动之下才形成的哦。那所以呢，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尝试，所以希望你们要注意哦，《红楼梦》的文本里面绝对不会有女部的她出现，这是两百多年前的古典文学作品哦。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回到我们的神话喽，这么一来太有趣了。探春当然她不会算命，好，所以她在这边所说的内容呢，也不是为了要预告林黛玉的未来的生命。可是你们不要忘记，探春讲的话是不是有背后有一个作者来帮他安排？所以是作者透过他在做林黛玉的命运的暗示。那林黛玉的一个她的下场哦，跟她接下来随着故事情节，她的整个人生怎么样的变化，这里其实有一些隐微的线索。怎么说呢？请你们看一下哦。她说，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注意，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将来他想林姐夫，所以这句话，假如从全书背后有一个胸有成竹的那个作者的全局视野来考察的话，这恐怕就是一个暗示。林黛玉将来的死，其实是在一个思念宝玉的状况。了解吗？因为林姐夫一定是宝玉，告诉你们，不但作者是这样规划，书中各处也是这样子的，很鲜明的在强化这一点。你们都以为宝二奶奶人选就是薛宝钗，其实大错特错，哦、真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单元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其实贾府上上下下他们共同表达出来的宝二奶奶的人选非常一致，全部都是林黛玉，好、哦。何况以黛玉自己内心中的意向，她的 intention， 那么，林姐夫当然也是宝玉嘛，对不对？所以呢，请你们先有这个概念，然后她想林姐夫，然后洒泪成斑。那洒泪成斑的接下来的那一步，是不是就是殉情而死，对不对？所以我们学术界已经有那个有一些推论，我觉得很合理哦，就是八十回，好、哦，如果以八十回为界限。后面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原稿哦，大约它的情节布局是会八十回之后没有多久，贾府就被抄家。好，那么贾府就已经被抄。那么你们知道抄家的那个程序哦，是那个男女要隔绝审讯、隔离审讯。所以呢，男方就是男主人是一个地方，那女眷又是另外一区。那因为呢，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抄家灭族啊，那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哦。所以呢，在这样隔绝的情况底下呢，林黛玉她又很担心宝玉，而且呢，不要忘记四十九回她是不是已经眼泪不多了嘛，对不对？那再到八十几回，那中间又经过了三十几回的时间了，好，那眼泪越来越枯干，这个是她注定的一个。规模哦，所以呢，那么到那个时候，他眼泪已经大概所剩无几，然后加上非常的担心宝玉不晓得怎么样，然后加上他病体已经非常沉重，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到，从四十几回一直到八十回，至少有三次讲到林黛玉的时候，是说他讲一段话才没几句哦，十几句哦，他已经咳嗽了好几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他连讲话都中气不足到那个程度，他绝对不能来这边上课的啦，知道哈？好，总而言之，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样子的一个巨大的煎熬底下，他完全没有办法负荷哈，所以呢，在羸弱的处境底下，加上很重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呢，很快好，那么贾玉那个黛玉就夭亡，好，他就过世。所以将来他想林姐夫，恐怕是在这样的背景。然后呢，宝玉当然隔离审讯之后呢，发现这个是一个天真的，一天到晚只想玩乐的公子哥，当然被放回来哈。可是呢，放回来之后，当然是这个景物全非啦哈。那于是，在潇湘馆前徘徊，那么已早已人去楼空，就非常的感慨。然后在那个情况底下呢，因为其他他的这种家族的牵连或者是什么之类，总之。应该他是在，不能说应该，百分之百确定，他其实跟高鹗的写法不一样，他是在一个非常清醒
自觉的状况底下呢，那么跟宝钗进入婚姻，好，这就是所谓的二宝联姻。它事实上呢，基本程序应该是这样，好，那最后呢，当然过了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姻生活，又再度领略一些事红尘的种种喜怒哀乐，而终于大彻大悟，然后最后呢，他才所谓的悬崖杀手，好，注意一下哦，悬崖杀手是那个《红楼梦》的评点者，也就是脂砚斋，他常常用到的一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甄士隐。甄士隐是不是全书最早出家的一个，对不对？好，那基本上他走在最前面，也预告了后面几个后继者。那么就在那个甄士隐出家的时候呢，脂批就写到这个平凡将来会出现的意思，就叫做悬崖杀手。那也预告将来宝玉也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可是你们告诉我，悬崖杀手是哪个杀？这也是常常让我临表涕泣的一个例子。真的啊，我就看到考卷啊，同学就写这个杀，你们知道吗？然后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宝玉要到悬崖边去杀当杀手，他到底要杀谁哈？这实在是非常好笑。然后我想大概是在考试的时候非常紧张嘛，对不对哈？这难免，所以有的时候只是靠那个同音字，有的时候写太快，然后呢就写到了另外一个谐音字哦。所以呢，就要提醒你们哦，这个实在太好笑了哈、哦！宝玉的形象未知脱胎换骨哈、哦，完全不一样哈、哦。所以是悬崖什么杀手？放手吧，不要再执着了。好，那么放掉对人世间的执着，你就可以像有如在悬崖边的那一种危急，然后你就可以呢飘然到一个自由的天地。好，那这当然是佛教的语词。好，所以呢，我想有学者做这样的考证，我认为是非常合理，因为呢，探春这句话所埋伏下来的一个暗示呢，可以做跟这样的一个情节做一个呼应。好，所以宝玉的那个联姻。恐怕也绝对不是高二所写的那样子，虽然高二那样的一个所谓的一边热热闹闹的洞房，一边是不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那个对比就戏剧张力来讲，事实上是有艺术上很高的一个美学的表现，事实上是非常精彩，是真的。但是呢，如果就那个《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一个暗示跟他预先设定的布局来讲，恐怕他的苦心是白费了啦，哈，所以呢，大约应该是这样。至于宝玉如何在清醒自觉的情况底下，心平气和迎娶宝钗，他的思想基础是何时奠定，如何奠定，这个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题来讨论他。所以各位要注意，宝玉是不断的在成长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同步又有很多的矛盾跟困惑。那这就构成这个人物呢，真的非常复杂的面相哈。好，那这我们等到宝玉的这个单元再说。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林黛玉的神话哦，除了这个潇湘妃子就是娥皇女衣的故事之外，当然还有一个绛珠仙草，这不用说了哈。但是呢，我要跟各位提醒，那么绛珠仙草的来源是什么？不像女娲补天那么样子的明确。那么有学者呢就说啊，它应该是来自于《山海经》《中山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瑶草。好，这个瑶字我打不出来，因为我的电脑字库里面没有。它是上面是草字头，好，下面一个瑶，是用这个瑶草。好，然后呢，为什么他说同样是帝女？然后呢，他们就做了很多的考证嘛，哈。那又引那个文选里面李善所著的《宋玉高堂赋》，哈，这段恐怕已经。遗失今天的《宋玉高堂赋》恐怕没有这一段，所以要透过这样一个辗转引述哦，然后就讲到说，《高堂赋》里面的那个巫山的神女是我弟之妓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什么叫未行而亡？就是未出嫁，这个行就是女子出嫁，好，所以未行而亡就是没有出嫁就死了，就是那个未嫁而逝。这是不是也是林黛玉的命运，对不对？好，作者老早就已经设定林黛玉必须要未嫁而逝，因为她不能够遭受婚姻的污染。这个是跟贾宝玉的少女崇拜心理是有高度的美学原则的冲突的，所以林黛玉绝对不可能进入婚姻，所以原则上她跟宝玉也注定好是要这个悲剧收场。然后所以呢，这个瑶姬呢也是未行而亡，风雨巫山之台惊魂为草，实为灵芝。所以
这个是一位李琦，一位比较早期三四十年前的一位学者，他所做的考证。他说呢，绛珠仙草就是《山海经》里面的瑶草，也就是灵芝。好，这个是他们的推论。那这个在学术界很普遍的被采信，那我想很多人也很直接的就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但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原因是因为呢，他做这个推论的过程，我不觉得很严谨哦。因为他用的一些资料，其实时代上面跟他们的那个条件上面，我觉得并没有非常严谨的那个相关的一个关联。好，那么比如说什么叫绛珠？那么绛珠固然在隐喻上面是指血泪，可是你作为一棵草的形貌的一个形象来源，那它到底是指红色的果实，还是叶片上面有红色的斑点，对不对？还是什么什么都不清楚，在这个都没有办法决定的情况底下，你就用跳跃式的从六朝啊，你看又跑到六朝，然后又在《山海经》里面找到。那你看像这一段的那个瑶草，它根本没有提到这个绛珠嘛，对不对？没有红斑点嘛，那到底之间如何能够一路等同这样下来？我实在是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不觉得那个推论的逻辑是严密的哦。尤其呢，它为行而亡，这样就可以直接跟林黛玉等同吗？不行啊，未嫁而逝，这说实在的，有各式各样可能的来源。那为什么就一定是这一个？好，是这一个未嫁而逝的这个瑶姬，是这个灵芝。我觉得这中间都没有一个非常严密的，那么让我们觉得是一路推演下来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加上还有一个问题，来，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像《中山经》里面的这个瑶草，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药草，服之媚于人。这个服可以当作是服饰，就是呢佩戴在身上，也可能是服食，就是吃进去。我觉得应该是服食，因为《山海经》里面很多都是这一类的，包括长生不死，包括什么的哦，有这样的一个药效在的。好啦，问题在于它的功能，它发挥的是什么样的功能？什么叫媚于人？你们知道吗？简单说就是讨人家的喜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功能跟林黛玉简直是背道而驰，对不对？林黛玉才懒得理你，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他们所做的推论常常是跳跃式的，没有兼顾到其他有没有真正非常严谨相关的地方来进行推演哦。所以呢，这个说法我并不是很赞同哈、哦。但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大家会采用的，那么我就还是跟你们介绍一下。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觉得绛珠仙草不必有什么特别的来源，好，它就是曹雪芹用血泪的这个形象，然后为林黛玉呢量身打造的一个神话，它不一定要去比附到什么过去的来源，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必再去考察这个绛珠仙草本身的问题，我反而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颗绛珠仙草它所植根、所生长，乃至于呢，要死在那里的那个所在是在哪里？绛珠仙草长在哪里呀？第一回你们不是应该都知道的吗？同学，你们是要读得很细哦，哈、哦。刚刚说的那个用甘露灌溉，我们现在就会遇到喽，啊？是不是在第六页嘛？这个绛珠仙草是长在哪里？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对不对？我反而关注的是那个临河，哈、哦。那三生石不用讲了，三生就是讲那个，超越生死，有没有？哈、哦，那么可以也绵延不断的某一种那个追求某一种向往哦。那么重点在于这个临河。那临河呢？我看过学术界的相关说法里面哦，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采用的是，我觉得这个临河比较接近佛教所说的爱河。好，怎么说呢？来，我们来看看佛教里面的爱河是什么样子哦。首先，请看一下这个《楞严经》，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哎，这八个字你们要好好的记在脑海里，因为你看它简直跟林黛玉的泪尽而逝，她的苍梧山崩香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那么所谓的蜡炬成灰泪始干，简直是
那么同出一源哦。他说爱和干枯才会令汝解脱，好、哦，有没有注意到？所以等到干了，你才真正能够超脱出来，才能够从这样一个宿命的，然后呢，你被限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范当中，你才真正超越出来。那么什么叫爱河呢？那这当然是佛教的一个用法哦。佛教我想我就引一个佛经里面的一段序文做一个解说。他说啊，为什么叫爱河？是因为众生迷心，我们众人呢，其实生活在迷惘之中，好，以假为真啦，追逐一些表面的泡沫啦，然后我们受五蕴体，好，这个当然是佛教的专有术语，我们就 不再多说。总之，于是我们就溺于爱河，好，然后随着风浪飘入苦海，不得解脱，徒悲伤也。那这里的溺于爱河的爱河是什么呢？就是指爱欲溺人，好，就是。这个爱欲当然指的包括你的情感，好，包括这个对于情所衍生出来的许多的欲望哦。那么它事实上是使人陷溺，那么就有如河一样。为什么一个不懂得游泳的人掉到河里面，是不是就会挣扎，就会灭顶？有没有？他认为爱河对人的一个影响也如形同于此哦。那么所以呢，讲又仿佛说你有一个贪爱之心。哦，你好渴望要跟谁永远在一起，你好想要得到什么什么东西。一有这样贪爱之心的时候，你就会执着于物而不离，犹如水浸染于物一样，那个水分子是渗透到你的内在，你根本烘干不了的。所以他说以河水来比喻哦，这个叫做爱河。那么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从这样的一个理路来解释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灵河刚好可以配合那个绛珠它的所谓的泪尽而逝这样的一个一个想法哦。那么所以果然不是只有我这样想哦，我后来发现原来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灵河就是指爱河。可是呢后来又发现原来支批也早就提过了，所以我绝对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哦。来，你们看一下第35回的支批就有讲到，爱河之深无底，何可泛滥，一溺其中啊，非死不止。有没有注意到？这不就讲林黛玉吗？只有到死，她的那个对爱的执着，好，对还泪的那个宿命也才会停止哦。所以呢，她的执着是之深之切。某个意义来讲，林黛玉是永无解脱的可能。有没有发现林黛玉根本没有被度脱出家？好，所以哦，这些完全都是密切配合在一起的。所以支批这样讲，而另外有一位那个清末哈。的一个评点家也有讲到，他说呢，绛珠幻影就是黛玉的前身，然后呢，他缘结爱河，也是等到爱河那个水源枯竭之后，林黛玉的命也才会达到完成好的一个终点。所以你会发现，哎，支批这样讲，那么华阳先义在《金玉缘》这一部小说所做的序，他也是这样理解灵河。所以我就想，哎，那我这样的说法恐怕是可以成立的哦。那给各位做参考，好啦。所以呢，到此为止，我们呢点点滴滴所谈论的这些东西，我们最终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的诠释哦。就是说，为林黛玉呢所设计的娥皇女英的神话，以及呢绛珠仙草的神话，各位有没有发现他们有共通的三个元素？好，他们都是为女性打造的，不用说了，对不对？可是呢，这里面有几个共同的元素，是不是都是有很强烈的情，对不对？就情作为他们最重要的续写，或者是他们的蕴蓄的那个核心。可是这个情呢，请注意哦，这个情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喜悦，还是一种呢觉得我在这个情当中得到好大的温暖，肯定了一种存在的幸福，还是别的东西？娥皇女英的故事如此，绛珠仙草的故事也是如此，他们的情都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啊，是不是都让他们充满着眼泪，对不对？然后这个眼泪最终都是导向于死亡。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三位一体的共构，而这个呢都是跟女性的身份、女性的这个存在处境息息相关。所以这么一来，我就开始产生一些疑惑，就是好奇怪，
表面上《红楼梦》是一部彰显女性价值的小说，对不对？某个意义来讲，它甚至呢贬低男性同胞，好，觉得男性是很污秽的、很肮脏的，只有少女才会让我觉得清爽。它甚至呢是廓清人类文明污染的一个清新的力量，对吧？它不是说女什么那叫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有没有？那么男人是泥做的骨肉，那么书中不断的就在谈到说少女就是什么钟灵毓秀，然后呢反正就是最清新，那么有别于这个男性世界的污染。但是呢我在考察这个神话的过程发现到一些迹象，我产生很大的疑惑，然后这个疑惑呢促使我对这些神话背后很根源的某一种意识形态重新来解释。然后我发现我们先预告一下，我觉得《红楼梦》的这个女性神话哈，基本上不自觉地折射出曹雪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也因此是根深蒂固于男性作家内心深处的一种性别歧视。他事实上还是觉得女性就是柔弱的，是一个呢被给予者，是一个呢为了爱而要牺牲，而要这个甚至断送生命的一种第二性。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情为什么延伸出来都是眼泪跟死亡，是苦难，是悲哀，可是男性的情却非如此。所以这背后呢，我觉得曹雪芹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原来他在操作这些神话系统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驱动的根源，还是来自于很传统、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一种性别歧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只好那个下个礼拜再说。果然我们还是要到下个礼拜哈，真不好意思，不过我们下个礼拜一定会讲完的，是真的，因为下面所剩无几哈。然后呢再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就会上那个谶女士的解读哦，那你们可以先准备一下第五回好不好，第五回的那个人物判词还是稍微仔细看一下，看不懂没关系，仔细看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要从里面去找，然后来跟大家那个分析一下哈。